我每天7点钟起床去学校。我去学校用10分钟。我坐妈妈车去学校。我的学校是 Miller Park Junior High。 我最喜欢的课是乐队课。我没有朋友。我3点钟回家。在星期二我有大提琴课，在星期四我有钢琴课。别的天我回家，然后做家庭作业。如果我做完家庭作业，我要玩电脑游戏或者看电视。